走了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我要逃避，我不想在这里，我要逃避那种感觉哈、啊，逃避啊，逃避啊。哎，自己想一想，现在不要演成喜剧啊 ，OK。他不是那种奸诈、那种疯癫的那种笑，嗯、哎，对，很无奈嘛。这来，我有感觉了，来，我有感觉，你看，我有感觉。来概括我们所有的无奈，啊，就这种。你笑完以后。怎么？不是，他后面有个啊那个嘛，对啊。来概括。你笑一下啊，笑一个。这得调动情绪，他不是那种就完全。咋笑？就来概括我们所有的无奈。啊！为什么你到嗨的时候就不嗨了，就直接就断气？就一下还在。或是我觉得你不用唱出来，就是来概括我们所有的无奈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在人们无数次沉默，你大家肯定要找一个位置啊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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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气口很短。对，气口非常的短。那我就来高的吧，你就顺到那边。好。所以在这个部落啊，必须得有一个前半场、上半场只有一个部落。对，总分是最高的。没错，对，总分是最高的，才能够每一个部落看谁的总分是最高的。我们应该不会被暂别舞台吧？要暂别了，我就不给他们送祝福了。这节目还办不办了？不送祝福了。暂别了，蔡老师就没有祝福了，没祝福了，吉祥的光也没了。谢晋在我掌控中。你会想要跳舞吗？啊？你会想要跳舞吗？其实也可以跳一下。也很适合跳那种。绅士呢？对，就纯街舞那种感觉。拉倒吧，就街舞算了。啊。所以这个踩蟑螂不是 B 三那个地方，对吧？不是在尾奏。踩蟑螂是最后。这个舞真的是叫踩蟑螂吗？这段？不是。你们这么形容我，对对对。对。我要往横的走了。对，其实你就是站步。对。对。那个。好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发现有蟑螂了，是？哎，嗯，酷，特别好。好，这样啊，刚才一个一个跳啊，让我知道就是说大概。你们的熟悉程度有多少？其实一个人跳是看得比较清楚的，而且一个人跳的时候其实会有压力，而且没有安全感。天哥，上次在里面跳舞，好像是 Into One 刚成团测评的时候，三年前是吧？21年。对啊，现在感觉又好像在你面前做测评了，紧张。今天应该不会了，对。别紧张。没有，他有3年的经验了。他本来要跟你挑战一个游戏的，然后你不理他，然后我就跟他。对，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，怎么样？这个游戏是叫做播放周杰伦的歌曲，一秒之内猜到底是什么。我有可能不太可以。我觉得你可以，我闭着眼。这个是，哦呦，今年版本的，这厉害哦。啊，对，太明显。风。这不能，那节目要给版权。
快点，快点听，快点听。好，我是如此相信。武进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武进，来，你跟台下你要跟周杰伦老师示个爱。小时候就看旋风小子，我看了没不下十遍。那你把他的那个经典台词说出来。有感触有感触吧。哎呦，我喜欢看那个江小鱼啊，绝代双骄。绝代双骄，我看那个看很多遍。我的快乐至上。我现在讲这个是吧？我最喜欢段誉嘛。哎呦，你都不敢跟他喝酒嘛？他一种这样子就。哎呦，有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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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害。那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听十七岁的勇气。三十一年前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我十一十二岁刚好那个时候是十七岁的勇气。对，色舞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跟你们练都好好练的，最后一天真的现场演的时候，我打鼓的时候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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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的是非得扯一台的啊。我明天采访我要把你声音扭掉。明天采访我要跟 PA 说把声音 mute 掉。比如说他就弹吉他说，哎不是，可能这样就是，哎就我觉得这很帅啊，但他不是，他只是在他那个拿着吉他，他在那个世界里面，沉浸在那里面，他那种状态就很帅，对吧？我可以模仿李玖哲。是我想太多。蛮像蛮像。你总觉你装着。是我们要接下来是模仿秀。我可以模仿冠哥唱歌。来一下。我以为我的温柔是给你整个宇宙。我现在就是。一个人，我很 lonely， 我没有我的朋友 ，so sad。吃饭 ，by myself， 怎么说 ？I'm lonely， 怎么说？我只是告诉 myself。Talking to myself, crazy. 告诉你们，你们还好吗？你吃了吗？王老师，好。就是、可能是每一个字的话，我们就是那个发音还要再准确一点。好。所以就刚刚我们讲过的那几个字，就还是要再细抠一下。知止。好。知止。保持舌头的位置和张大嘴开。知止。就是你的上下牙还是要闭合的，你舌头往前面走一点点，知止，然后嘴唇再有一点知止，你现在有点知止了，不要太贴，知止，保持一致，这两个字是一样的，知止，好，就是嘴唇是对的，但是舌头还是有一点知止，两个舌头的位置是一样的。我跟他说很久以前，很多年前我就开始看他们的那个影片 Kingers， 对啊， many years。 Oh man， yeah I know you looking at oh man oh Kingers 是那个
是那个，就是很有名的那个。对对对，你不知道他是你的。对。你开玩笑？我不知道 Kinjas， 但是我知道那个影片，就是他呀。然后都戴着口罩。对对，戴口罩那个，就是口罩，我不知道是谁呀，就一直这样的。我们 we don't care， we don't care。那个视频好火，那个 video 哇，简直了。就是很酷，他们都不露脸。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你都练了一整个舞，你不知道？我们明天要演出了。你们好不熟。我看你这个演唱会的造型，嗯，姐姐没邀请你，我以为姐姐邀请你试试造型呢。这是你做的还是节目组给的？我是带腰包的，你看这腰包就是白色的。我们 dancer 你不懂，我们 dancer 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不能啪啪啪，哇好酷啊，要不腰包掉一地，你还得捡，一边跳一边顺道捡够了够了够了。舞跳龙哥其实舞跳特别好，虽然那个我看很多这个网友评论说是四肢各有各的想法啊，但是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。龙哥非常会，非常跳得非常好。我们确实从小一起练舞，我们俩的天赋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天赋下多努力了一点，在舞蹈上面确实确实。但是后来我通过一顿努力之后发现，天赋更重要。你作为一个这个舞蹈的师兄，给晚辈说点那个寄语。我相信你的舞蹈实力会让整个亚洲震惊。会让整个亚洲重新认识，会让海外舞蹈界都三抖都震惊。对。没啥了，我觉得就是梁哥首先心态很好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录这么久，我觉得你应该也发现了他肯定心态很好，因为他不靠这个。我的目标就是腰包别掉下来。其实我们想要观众的互动，不是说我们跟他把这个壁打破了，其实这个壁是不破的，你能懂我那个意思吗？它不是互动的形式，但是就是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大家一听就会跟得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个乌嘿嘿，或者是我们单独在设计的东西，可以在第一遍收的干净一点，第二遍就可以拉长了，正好因为它后面有个啊哈，就或者是任何一个收尾音把它拉长，耶，就是这种东西都可以。你能懂我那个意思，这样的话可以稍微给它区分开一点。你这个东西呢，是它不是说我们跟观众互动而产生的，他们会跟着唱，它这个 B 其实是不破的，我们永远还是在自己的那个 character 里面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听就是会想跟。 Hey Jeff, how old are you? 28岁。哇，你这都会说。 Do I look younger? Yes. Looks like22, 23. Really? I tell the truth. Yeah. Jeff? Yeah. Jeff. Yeah. I'm gonna shoot with my mom. To my mom. Show you to show me? Yes. 咱们三个玩加一个字的游戏。骨折。摔骨折。摔骨折好。好吗？摔骨折好痛。我摔骨折好痛。我摔骨折好，就是你好痛快。也可以的，我想的不是这个。九哲哥，咱不玩了，你干了。哎，你就全喝了吧。我喝。这很难。是。团名口号放很快。团名不如就叫。折马狠，折嘛，两个折马，他这手都折了，折马狠。我没把我带上啊，我忘了飞。就这么狠哇，就这马狠哇，就这马狠挺好啊，就折马狠，可以啊，这个蛮好的，就这马狠。那小是什么？九。舅，老舅，舅，舅，舅舅，对，马，舅，舅，马狠，马狠，哦，舅舅马狠。So my part,
优雅 Can we try with the beat? Yeah. Yeah. Yo, yeah.下班了，天还亮着呢，要不加段舞蹈吧？你让我跳舞我就哭，让我跳舞就指定估计得输。I think you know, oh, me and 瘦子 dance. Okay, dance with like what? That's like that. Very easy. 蛋壳，咚咚。Oh yeah. I think. Okay. Okay.录一个，我们练一下第一句吧。我的第一句就是前对在前面的那个部分，我们练一下。啊，好。我吧不太会用气声和假声，我只会实着唱。完全可以用混声。混声，混声。后悔，后悔。就还是这样，先用假声。后悔。老师你别难为我了。找到舒服的位置，现在感觉就是你太用力了，可以放松一点就 OK 了，状态可以松弛一点。对，因为高嘛，我一定得用力，不用力唱不上去。你找到那个拿捏的感觉，啊啊那个位置，啊啊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嗓子好像唱开了吧，真的就是一下子就收不回来了。刚刚你们最高音是你唱的吗？当然是他上了，怎么可能？What? Your notes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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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per high. It was you. 我以为是你唱的。哦不，怎么可能？这轮不到我。这一次我们俩打 backup 的。对，完全不练，都不说，我们就唱歌。这么逆操作的是吗？对啊，这样才有意思吧？可以。哥给他展示一下。还没好，我没背出来的。啊，不行。你要让哥背那么多歌词。他自己要的，不是我自己要的。本来今天导演组开会，我说我们跳点动作吧。导演说不要，说那就给我加点说唱吧。哇，这个出来真的会炸的，会炸的。哇！酷，赢了。没有，这用力跳真好累。真的好看。最后那个起舞。太帅，而且也感觉那个动作是很有力，你看真的出力就很好。对，不是只是摆着而已。帅，赢了，怎么样？想跳舞啊？赵岩，我就知道你看了感觉想跳舞。对，你是不是看了很想跳？瘦子，现在给我唱跳了啦！我操！呀，看到大爷太卖力气了。这种舞你能跳吧？我那跳不了。跳了我职业生涯就毁了哥。丹河 you sing very good. You sing? Yeah, rap good, sing good. Thank. Dance good. Dance. I like dance. next round. Nah. Just joke.我觉得我从五岁开始不留白，一直不留白到现在。五岁的时候拿个游泳裤，每天教练踢着往嘴里跑。这是不是把你们训练成运动员吧？对。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能这样的生活，因为我是觉得我还是有自己主张的。我就说，当我有一天我妈妈来探班了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。然后我妈妈来探班了，我就用尽我所有的力气。然后游啊，然后让我妈妈看到我的成绩，然后呢，我就一不小心就爬上那个台，抱着我妈妈的腿，你打死我也不放，一定要带我走，不行，叫，然后怎么我就抱着我妈的腿，
然后我哥哥就不说话，他继续游。几岁？五岁就这么有戏啊？然后呢，我就抱着我妈腿，我说必须要带我离开。整个游泳池里面，大家都，人家就说，哎呦，这个妈妈真的对儿子不太好。你看小孩都已经哭成这样了，就不要了吧，放弃吧。我妈妈就，好吧，然后我就离开了，我哥哥继续游。人生不一定只有黑或白，人生不一定只有对或错，有时候对跟错之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答案。嗯，get到啊。人生的阅历，人生的经历，比如说的感受，你的白天还在吗？之类的。对，光良说是吗？是问我吗？又来了又扯了。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我只有黑夜，我只有黑夜。好，我们散会。大声笑。散会。我们可以抬一点笑肌。好。哦哦哦哦，这样会发音会轻松一点。Okay. 那我们发个一一。一一的发音是也是在相当跟呜有点像，但是它比呜的共鸣腔更多一点。一一一一一一，再头声多一点。一一，你也可以唱戏腔的。人说人人说白话的深处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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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着那些人捧着鲜。哇！爹爹爹！我们这一组的口号：来啊，拼啊，熬啊，谁怕谁啊？对，对名想对吧？对名是什么？黑夜白天啊，就是黑夜，就是黑夜。OK， 没有，我们每天都搞那么晚吧？那不是黑夜问白天吗？啊，对。我觉得我们的狠话要跟我们这一次的歌曲的那个风格。要有点关系，他们都说我们是最强 vocal， 我们要讲什么话？这次不跳舞，放你一马。这次不跳舞，放你一马。然后下一次再说，这次也不跳舞，再放你一马。然后再下一次就说，你小心点哦，下次我要跳了。吓死了！这个孔雀的意境，要而不是掉空中，那它麻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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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孔雀唱歌了。什么歌？叫孔雀的那个麻雀，麻雀的恐惧，恐惧，对，恐惧跟空中的恐惧。我觉得是翅膀折断这个痛吧，痛啊，翅膀折断。其实最开始来一点那种遍体鳞伤的感觉就行了。对，你想想看，一只鸟连翅膀都没有，它是什么？鸡的错觉。走鸡，走地鸡。人间。全对，就差这么一点了。不知道老师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笨。不是，我没发现。要学一首歌，要学多久？但是你都已经做到了，你已经还没背，我还没咬字，还没对，还没练咬字。咱们才第一天，就咱们这才等于花了才两个小时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上完课，明天上完课，未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可以慢慢再听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我有三个儿子，其实我时间不多，我在家里真的没什么时间，除了他们上学以后。那咱们，我会练的，我不理他们了，回去。你可以练那个，我可以教你个绕口令歌，来跟我学哈。钓到底倒打特倒。哎，再见。试一下嘛，快玩一下。钓到底倒打特倒。特倒太刁，头短刀。特倒就是那个坏蛋。我听到的这字都已经头疼。他的整个是钓到底倒打特倒，特倒太刁头短刀，挡推顶打短刀钓，踏到得刀倒打倒。我那会儿大学会学这些。大哥可以看一下。有简单一点的吗？简单有啊。白石塔。白石塔。白石搭。白石搭。就白石是白色的石头。白石塔。白石搭白塔。
白石搭白塔，白塔白又大。你说是简单一点的。对，这个是简单一点。对啊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不要用，你不要弯，不要弯手肘哦。对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肘。你摸着它就知道它在作动。哎，这边呢？啊？这边呢？摸这边。好，排。对对对，不要弯手。对对，不要弯手，就这样维持住这个角度，从头到尾，就只用这个角度。你弯手是因为你偷鸡，不要偷鸡，你偷鸡都打不到那个肩肌肉。这哪更轻一点？我已经帮了你一公斤了，但是我觉得有用嘛？有用有用。其实你家里面买个一公斤、一点五公斤、两公斤，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每一天干，就是不能每一天做，让它到没力呀、啊，是一家抽出的力量的。不是，你就多做，就让它越来越有力量。你越要越慢越好。如果你抬慢下，就是刺激是对。用力一下。它上来可以大用力，要下来要慢 ，negative 的时候要慢，那就 OK 了。没睡好。嗯嗯，晕晕的。昨天几点睡的？很晚很晚。怎么回来？回来冲完凉，刷一下手机。嗯。年纪大了缺觉是不是？不是缺觉，是好像没什么事，也不想那么早睡。哪个麦克风？那我拿锤子。你小心点，没有开我好怕你。刚刚就给我砸脚了，真的，就可笨吧。你拿白水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苏萍演唱会小组对决，大家有信心吗 ？Do you have confidence about next stage about us？ 100%。100%？ Yeah, of course. I'm 200%. What about you？Are you okay? 抓个中间，抓个中间，抓个中间。他是一个谦虚，谦虚。150, 700, 7 to the end. Lucky 7 to the end. Yep. Oh, we have 700 confidence. 我们有700%的自信。700%。爆了直接。所以你们现在心态是如何？心态就是在吹牛啊。没有，就放空。既不没自信，也不自负的感觉，就在中间嘛。对的，我很喜欢，挺好的。节目组，我借两个掰手回去，我回去修一下箱子，我明天带回来。哥，你真是奇葩。这好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。哎，不是 ，sorry， 啊，这后面是吧？不是，我唱错，不好意思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杨哥开始，杨哥开始。不是不是，客群哥后面那边还是客群哥。好，不是客群都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看了名单，你最厉害的你觉得是谁？应该何展成和马小龙吧。马小龙会偏国风一点，就他，你看他跳舞会有一种我们文化底蕴的感觉在。然后何展成就是那种国外的那种很街头的，很 crump， 很爆发，很大的蛮力的那种。他们两个风格还差异蛮大的。千万不要跟他们两个一组啊，兄弟们。你就唱歌碾压呀，你就唱啊。挑战一下子。你今年又做什么新作品了？哎，我最近在做新专辑，应该8月底会发的。哇，写了5年嘞。现在新专辑是用什么形式啊？其实就直接发网上了。如果你就要做碟什么的，也可以做，但是做完之后其实就当礼品，当礼品送给大家，当伴手礼。对对对，我人生的第二张那个卡带，独唱唱片，就在上海出的。这一晃都快40了。发过卡带的歌手，啊，那可是直接一条界限擦画出来。卡带，代表的时代的不同。那现在他们说有些人玩这种复古的，还买那个卡座机呢。对，还在网上收藏这些特别老的卡带。老的卡带，是的，他觉得很有那种，因为它磁带感，它那个声儿啊，它不是那么准。嗯，
所以呢，它有那种复古的味道，已经还搅进去了。咕噜噜噜，对的对的，搅进去。你知道那会儿叫走穴演出，就拿卡带，卡带放三首四首的伴奏带，哦，真搅进去了，整个台上就懵了，就没法唱了，就。哦，拿卡带演出的年代啊，哇塞，真的啊，这感觉真太特别了。其实我们这一行，我觉得挺好的演出，就是你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，你都可以留下一个东西，做老北京话叫念想。人生有的时候，哥不是说怎么说，就是我六零后哈、啊，我现在特别愿意回望过去的岁月，啊，我也往前看，对吧？对，我也觉得继续加油努力往前看。对，但有时候回望过去的时候，那些留下那些念想，哎呀，都觉得带给你特别多的情感的回忆。因为你想，哇，这半辈子是这么过来的啊，精彩，精彩。如果我们要分一个寝室的话，那你们就享福了。我很会做推拿。你是好朋友啊，我有 best friend。光哥有带吉他是吗？我有带吉他。我带了 studio， 比如说练歌什么，我们可以录音，太好了。然后他专业是长跑的。长跑。长跑。他是长跑健将。长跑啊。那个时候就考学校的时候考了长跑，然后后来在里边换了专业，换成了健美操，还有拉丁国标舞。哇、哦，好厉害啊！体育院校里边搞音乐的，酷。你感觉你这边怎么样？我昨天晚上很认真练习20遍，明显感觉就是今天的感觉会比昨天要强。我习惯是整理东西，所有需要的东西一个一个放回去，是吗？我是一个不喜欢急躁的人，你不要看我那么懒懒的，其实我心里面很急，因为你已经是大人，不可以给人家，第一个是不礼貌，第二个是那个毛躁。在躁动的时候，我真的不会，我不能创作。包括你身体的锻炼，都是一个，我觉得都是一个修行。我需要靠这个身体的自律去规范我的脑袋。你这种方法还可以，用在自己身上的话，还很受用。